不要钱，跟我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啊，回去，慢点啊，汽车慢点。不要钱，我给你点钱嘛。不要钱啊，给你点钱呗。不要钱，你走吧，跟我回去。好，再见。没事，好。好，再见。最近一直在从事爱心送药这个事儿，从13号下午开始，去来回跑着去买这个药，捐赠自己家多余的这个药品。谢谢。截止到目前，通过咱这个爱心窗口已经发放给急需的人有个4000多粒。通过咱这个爱心送药这件事，能看到很多爱心的事儿。我能看到，其实大家都在做互帮互助，传递正能量。我觉得这次做这个爱心送药非常有意义。以后我也会把这个正能量继续传递下去。谢谢大家，再见。